在了民国78年，由启智学校创办人郑武准所创立的向阳文教基金会，34年来从事弱势族群关怀照顾，历今年是成立了向阳客服中心，提供弱势家庭囡仔免费教学辅导。目前已经有32位大学志工来教导24位国中小学生，照着教育翻转囡仔的人生命运。由市王曾培亚和向阳文教基金会代表做伙甲拜，向全国宣告，将提供弱势家庭囡仔免费教学辅导。那他们现在有32个老师，24个学生。我是做媒合者，但是我也很荣幸。我希望爱的教育能够在台南更能够发扬光大，让孩子能够有更好的人生，能够成为社会有用的人，而不会成为这个负面的人物。这个是我们向阳文教基金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向阳基金会大手牵小手，连接大学，免费来帮各中小学生教学辅导，同时结合三观学，让学生会当摒转家己的人生命运。串联起来，大手吸小手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大学或者是高中生来对我们的国中跟国小的学生来做一些客服的这样子的强化哈，那用这个来翻转他的生命。向阳课后辅导中心挂牌之后，将开始营运，暑假伫中校国中，开学之后伫中文理活动中心，目前已经有32位大学志工老师。24位国中小学生提供台南子弟弱势囡仔1对1的补救教学，目前锁定东区进行营运，将来也会扩大到台南各区。记者苏英和齐辉采访报道。